许家印被抓，七十二万套烂尾楼如何交付？恒大二点四万亿债务谁来买单？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整和监管的加强，恒大集团作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巨头，正面临巨额的债务压力和项目交付问题。近日，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被捕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市场。 这使得人们对于恒大集团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担忧。本文将详细介绍许家印被捕的原因、恒大集团面临的烂尾楼交付问题以及二点四万亿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一、许家印被捕原因揭秘。据相关报道，许家印被捕的原因是涉嫌财务犯罪和违规经营，他涉嫌以虚构项目、虚假销售等手段。 违规融资并非法占有资金，这一严重的金融违法行为使得许家印不得不承担法律责任。此次被捕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恒大集团也因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二、烂尾楼如何交付？恒大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大量的烂尾楼项目，这些项目需要尽快交付。 才能避免给购房者带来更多的损失。但是，由于资金链断裂和公司内部管理不善，恒大集团无法自行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有必要引入第三方机构来帮助交付这些烂尾楼项目。政府可以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由相关行业专家组成，对烂尾楼项目进行评估和规划，制定合理的整改方案。 并监督交付过程。同时，政府还可以加大对于违规房地产企业的处罚力度，以警示其他开发商不得擅自停工和拖延工期。三，二点四万亿债务谁来买单？恒大集团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压力，总计达到了二点四万亿人民币，这使得人们不禁产生疑问。 这笔巨额债务究竟由谁来承担？政府是否会出手相救？对此，我们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来稳定市场信心，但不应过度干预市场。政府可以通过多方面手段来支持恒大解决债务问题，例如鼓励合理的债务重组、提供低息贷款和优惠税收政策等。同时， 政府也应加强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加大对于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四、恒大集团转型的可能性与挑战。面对如此严重的债务危机，恒大集团如何转型成为一个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恒大集团可以进一步加大对于高科技、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 寻求多元化发展，降低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与此同时，恒大集团还需要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以增强市场对恒大的信任。五，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恒大集团作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巨头，其债务危机将对整个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他提醒了其他房地产企业要警惕风险，避免重蹈覆辙；另一方面，他也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加大对于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以维护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同时，此次事件也给购房者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在购房过程中要保持警惕。 选择具有信誉和实力的房地产企业。许家印被捕，恒大集团面临的烂尾楼交付问题以及债务危机，都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政府需要积极采取措施，保障购房者的利益，稳定市场信心，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同时，房地产企业也需要反思和转型，加强内部管理。 规避风险，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通过多方合作和努力，才能维护好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